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冻龄机制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配料表打在屏幕上了，挤半个柠檬汁，记得不要让籽掉进去，要不会苦哦。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和你一起去吃吃看。煎到表面带一点焦黄，倒入冻柠檬，盖上锅盖，大火收汁。没有可乐鸡翅那么甜腻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